就会带领一下咱的市府人员推动市政来去点赞哦。基隆市政府19号上午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举行点睛开光即将下水典礼，由副市长邱佩麟担任点睛官，循着开光仪式替龙舟点睛，祈求航行平安。除了开光仪式之外，即将仪式也是马虎不得，在道士的引导下敬酒拜三牲。典礼之后，三牲素果都要抛向大海，撒雄黄酒，象征对大海的尊敬。啊，甲这个素菜、建构、三星酒类，啊，甲肉粽，就是应节气哦，端午节气都要包肉粽嘛，大家要就应这个节气。啊，那早期的端午节的那就是屈原的意思嘛，献肉粽的那献姜、祭姜，还有一个仪式这样子。今年为了推广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落实亚洲最有爱城市龙舟赛，特别增设动无碍组别。邀请了身心障碍团体和特教班学生组队来参加。最重要的是，在座的跟我一起来做这个仪式的人，我觉得我们都很棒。我们一起希望台湾的国运长荣，希望基隆市运长荣。再一次谢谢所有的好朋友，还有你们的参与。当然更要谢谢我们八斗高中的许秋章校长，真的非常谢谢，干得这么好。再一次谢谢大家，希望我们市运昌隆一切顺利，谢谢。以大型龙舟板来办理哦，那它是比较偏趣味式的划桨运动。那我们今年呢有29队，然后大概有5个组，那分别是国中小各一组，还有全民欢乐组，还有动无碍组。那动物爱组里面，我们又帮它分成了学校组，也就是集中式特教班，以及社会的团体组。那今年呢，参加的报名的队伍呢也非常踊跃哦，在动物爱组这边哦，今年第一次办理就已经有7队报名参加，那社会组有5队，那学校方面也有2队特教集中式特教班来参赛。那主要是我们都会有协助的人员，那以及呢水上的救生部分也都安排得很完整，会让他们呢可以安全无虞的来尝试。来，手举起来，1、2、3，3。基隆市112年端午龙舟嘉年华会的重头戏，21号上午在海洋大学小艇码头盛大登场。特别的是，今年龙舟趣味竞赛增设了全民欢乐组和无障碍组。活动现场还有创意市集、水上乐园体验以及水域活动安全宣导。基隆市长谢国良和相关单位局处首长以及多位民意代表都出席开幕典礼，祝福大家都能旗开得胜。今天很感谢有这么多组的这个我们的赛队，跟将近700多名的学生来报名，其中也非常开心看到我们很多身心障碍的朋友，大家都一起站出来比赛，我们给他们热烈的掌声一下，好不好？那今年呢，我们也有很多立奖的一些相关的更好的一些龙舟的设备都共同的来参与，希望这一次的比赛圆满顺利成功，大家流流汗，充分的运动，也希望大家得到理想的奖项，祝大会圆满顺利成功，谢谢大家，谢谢。国立台湾大学今天很高兴能够跟我们市政府共同来举办112年啊龙舟竞赛的嘉年华会。跟大家报告，我们基隆有很好的小艇码头，也有很漂亮的东北海岸，我们有山有水。国立台湾海洋大学会跟市政府再来更努力，让我们的水域活动让大家更多的参与，让大家呢来东北海岸啊享受我们的有山有水的各种竞赛跟活动。今天感谢大家的出席，并祝大家旗开得胜，大家成功圆满，谢谢。教育处长刘美兰表示，为了符合 CRPD 身障者权利公约的潮流，今年活动特别增设了无障碍组，让身障朋友也能一起体会龙舟竞赛的乐趣。因为疫情，所以呢，我们在前几年呢，龙舟赛都没有办理。那在今年呢，因为也疫情趋缓了，那我们特别办理了这一场别开生面的龙舟的一个活动。那今年的特别点呢，除了我们恢复原来的龙舟竞赛，
各个学校呢都派员参加之外，那最重要的也为了符合 CRPD， 也就是身心障碍者公约的一个基本精神，所以呢我们今年有动物爱组，那也要特别谢谢好几个协会，然后也推派的代表，我们有组成了四队的一个无障碍的一个小组。那这一些的那个我们身心障碍的好朋友呢，他们今天呢也会发挥他们的实力，然后组队来做相关的参加。那学校端里面呢，我们集中式的特教班，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有组队哦。所以呢以往可能他们都是运动场上的啦啦队啊，对于龙舟竞赛而言，可能对于他们来讲，可能只是一个电视机上面可能去观察啦，或者是只能当一个观众。但这一次不是了，这次他们主要的也是一个选手，所以期待除了他们能够得到好佳绩之外呢，也对于他们自信心，然后对于我们基隆市友爱城市平等对待的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市民，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展现。民政处长张渊祥表示，民政处会努力发扬传统民俗文化，这一次端午的活动也有包含午时立蛋和其他适合小朋友参加的相关活动，也让孩子们能够从民俗中学习成长。在民政处的部分，我们把宗教礼仪哦，过去讲的民俗这个部分呢，特别把它在龙舟赛来彰显出来。那这个在端午节其实是充满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民俗，像午时的立蛋、午时水，或者是我们的香包，或者是雄黄，这些在民间的民俗上充满很多故事性。那今天我们不但让这个故事性能够深入在我们的孩童身上，还透过所谓的地球永续 SDGs， 或者是一些科学科技技术数学的 STEM 这样的一个原理，在我们室内让我们的小朋友将近有200位，分两个场地，一个在海大梦想基地，一个在七堵的儿童中心，让我们小学低年级小朋友从小可以感受到不但这些民俗充满了文化性，而且充满的科学跟永续性，这样的活动我觉得民政处来配合办理是非常具有意义的。另外市议员何淑平表示，很感谢市长可以发挥爱心，让身障朋友也能参加这么有意义的活动。我真的觉得很开心，我们小爱爸爸在今年的端午佳节的龙舟赛里面加上了很多的我们这个身心障碍人士的一些项目，然后又结合海洋大学让我们这个很多的无论是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的身障人士，还有一些我们的社会人士，都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有意义的这个端午节无障碍的一个活动，让我们全民来参与，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负责承办今年基隆端午龙舟嘉年华会的国立台湾海洋大学海洋休闲暨游艇发展中心曹孝章主任表示，今年龙舟趣味竞赛报名队伍总计有国小组5队、国中组8队、高中组6队、无障碍学校组2队、无障碍社会人士组5队，以及全民欢乐组3队，一共有29队参与盛会，鼓励大家参加划桨运动，实现普特融合、老少共学的教育理念。那过去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龙舟竞赛呢，大概是属于比较竞技型的一些竞赛，那大概都以社会团体为主。那这一次我们扩大整个参与面向，也希望能够进入到这个全民参与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整个活动的内容除了这个高中组别之外，国中组、国小组之外，也特别因应这个谢国良市长的这个政策，那也呼吁这个爱运动、动无碍的精神，也增加了身心障碍的社会组别，以及融合式的这个教育的这个学生的组别，那扩大了整个的参与的层面还有增加了亲子的一个组别。那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龙舟传统龙舟赛改变成为趣味龙舟。那因应趣味龙舟的过程，我们也增加了嘉年华的形式。除了水面上有这样的一个比赛之外，那我们在陆地上面也呼吁这个水域的安全，所以还有环境的一个教育以及海洋教育，还有整个的欢乐的这个游憩的一个过程的规划，所以我们也在邀请了这个餐车协会来在岸上呢做一个美式餐车以及摊位美食的一个展出以及这个贩售。那另外在这个水域的部分，我们在岸上呢设置了这个清水体验池，让选手在比赛的之余呢，也可以在清水体验池安全的一个享受戏水的乐趣。那同时我们结合了我们海大的 USR 的团队以及教育部隶属的开放水运动教育中心，
以及我们的这个基隆市体育会，我们动员了将近大概50个人力，不管在水面上或岸面上，来去替各位的参赛的选手来去进行这个服务。我们也跟希望能够跟基隆市政府以及台湾港务公司携手合作，打造这个基隆的水乐园，让我们这个小艇码头这个区域成为基隆的这个海洋的地标，海洋休闲运动的一个重镇的地区，那也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这是我们最重要的目标。除了大型龙舟趣味竞赛之外，现场还邀请基隆市餐车协会在岸边举办创意市集，而海大也办理水域活动安全宣导，提醒大家戏水的时候应该注意安全，并且安排水上乐园体验，鼓励大家亲海同乐，增添端午过节的乐趣。基隆市端午龙舟嘉年华会特别安排动物爱组在上午进行比赛，分成社会人士和特教两个组别。首先登场的是由社会人士动物爱组开始，参赛队伍包括了身心障碍者休闲运动推广协会、罕见疾病基金会、轮椅梦公园以及基隆医院附设社区复健中心，共有4队参加。紧接着是特教动物爱组开始竞赛，参赛队伍包括了仁爱国小集中式特教班和基隆市安乐高级中学，共有2队参加。
另外在各个参赛组别部分，经过激烈的淘汰赛程之后，下午就开始进行各组冠亚军赛的对决。首先是高中组，由暖暖高中和八斗高中进行对决。加油加油加油，快点，很近很近，快点在经过紧张刺激的较劲之后，最后是由暖暖高中取得高中组的冠军，八斗高中则是得到亚军。我们是暖暖高中。好，今天比赛的成绩觉得怎么样？对，这是第一次，团结合作，这一个人喊声，然后带动其他每个人，就是喊声，然后大家讲好什么口号，然后在滑的时候呢，就是一个人。然后大家跟着。好，啊，你们平常都是体育队的吗？不是，我们班有数理班、舞龙班、社会组、双语班。哦，所以都有这个。对 ，OK 好。文武双全。OK， 我们是八斗高中。我们第一次滑。第一次滑。那有没有什么技巧或什么？没有。团结。团结。默契。桨要换一下。我把奖用坏两只，不要吵架。OK，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换两只奖了啊？换两只奖了，不碍事。好，啊，会不会觉得很困难啊？这种，我觉得很欢乐，很开心。我想要木头的奖，很累，觉得好累哦。好累哦，我用手滑都滑得很快。接着是国中组的冠亚军赛程，由建德国中和八斗高中国中部进行对决。在经过紧张刺激的较劲之后，最后是由建德国中取得国中组的冠军，八德高中国中部则是得到亚军。我们是冠军。好，
们一开始反而是输的，结果我们一直努力的帮互相加油，一路从最后一名的败部达到了第一名。我们还跟一开始就我们的输给八斗，后来我们还连续两次赢了他们。学校平常对我们的支持，在练习的时候给我们食物，还一直给我们加油，跟我们买各式的道具来训练我们的体力。也谢谢主办方办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表现自己。会不会很累啊？累，但是好玩。这次是我们建德国中2连霸。我是高中高中球队，是国中部的嘛？国中部。OK， 什么事情？就滑一滑就滑完脚撑掉。好，那、然后怎么办？就用手滑。用手滑。OK， 会不会觉得很累很辛苦？不会，不会的啊、节奏。要节奏啊。还有什么？把脚换木头。有没有需要木头？配合。OK， 会不会觉得很辛苦？会不会很辛苦啊？很累。接下来要进行的是国小组的冠亚军赛程，由信义国小和西定国小进行决赛。在经过紧张刺激的较劲之后，最后是由信义国小取得国小组的冠军，西定国小则是得到亚军。大家好，我们是信义国小。对，我们在学校的时候都拿着扫把在那个垫子上面练习，然后今天跟西定国小比赛很紧张，然后我们最后拿第一名。谢谢大家。就是练习的时候，这位吴启兴先生把扫把用断了，然后那个蔡佳琪老师就很生气，就是滑到后面的时候手很酸，然后跟西定国小最后一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喊了一个很奇怪的口令，然后西定国小在那边笑，然后我们就在那边笑，然后之后转弯之后我们就赢。大家好，我们是西定国小。练习的。的感觉就是练习而已，团结比较重要。OK。最后压轴的竞赛组别是全民欢乐组，一共有三队报名参加，分别是美丽八堵队、精英小兔队和仁爱青狮团队，开始进行最后的比赛。
撑住，撑住，撑住！还没到，还没到！撑住，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经过一番较劲之后，最后是由仁爱青狮团队得到了冠军，美丽八股获得亚军。大家好，我们是仁爱国小的队伍仁爱青狮，那很高兴主办单位市政府还有协办单位海洋大学的邀请，我们来参加这样子的一个佳节的活动，让孩子体验一下佳节的气氛，也展现一下体能上面的健全的体魄，对，来实现自我挑战的可能性。好，那今天的比赛我觉得非常的刺激，也非常的有趣，很多小朋友都是第一次来体验这样的活动，那希望主办单位以及市政府以后要持续的推动，强健我们小朋友的体魄，谢谢。我没有练习，然后就是赛前的时候有简单的准备一下，就这样。就是我们的默契还不错，然后大家都有配合，有划过船吗？有，就是之前有去泛舟过。大家好，我们是八股国小，我们的队名是基金小兔，那个小兔呢是我们学校的吉祥物。那我们这次呢有两队来参赛，那我们秉持着我们学校的那个职业教育的精神，青狮生一起，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来参加这个龙舟板的运动，希望能够团结合作，谢谢。主办单位表示，非常感谢协办单位和赞助的单位，还有各个参赛队伍以及所有辛苦的工作同仁，让整个活动顺利圆满结束。希望以后能够多办理海洋亲水的相关活动，推广基隆海洋城市的特色。